嗨，大家好，我是叶绿体，我是何糖体，我是龙小体。这次我们的封面不意外跟上次一样是在讲就是新冠病毒这件事情。其实，在上个月的科科聊天室里面啊，我们已经把新冠病毒做了一个很大概的介绍。那当然里面也有提到疫苗这件事情，可是这一集呢，特别就是针对疫苗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回去复习上一集的内容，这样会比较清楚。这次文章里面有提到啊，疫苗可以粗略的分为治疗型跟预防型。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上一集有提到马血清，它就是属于治疗型的疫苗。那你可以再跟我们详细的聊一下马血清这个疫苗吗？哦，就上次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我们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啊，专门有研发一套就是所谓的马血清这套技术，在上次的 SARS 期间就有使用过，拿来专门就是治疗得到 SARS 的病人。专家有提到，就是说这样的马血清的系统其实也可以用来对付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那实际上马血清到底是要怎么做才可以原本从治疗就是 SARS 的患者再变成治疗到新冠病毒的患者呢？中间有非常特别的技术，叫做所谓的拟人化。那这拟人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利用马产出所谓的马血清抗体。那因为它生出来的抗体就是当然会上面会有一些马的标记在上面。那你该画脏话吗？马的标记，那要把那个结构换成是人可以使用的一个结构，这样才可以顺利的引发免疫反应。那其实相信大家也都蛮关心台湾自己在研发疫苗这上面有什么进展。那其实我们的国卫院呢已经有选出三种候选疫苗，那也预计在今年就可以完成动物实验，然后有一些初步的结果出来。那他们会在这三种疫苗中选出结果最好的，然后继续往下研发，所以我们就期待他们的成果。对，那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前一段影片之中有讲到，大部分的科学在研发疫苗的时候，其实会以鸡蛋白作为它首要的标的。那实际上应该要怎么做呢？那新冠病毒的鸡蛋白呢，就是已经是一把可以打开人体细胞的钥匙了。可是我们通常就是一把钥匙，不会把整把钥匙，就整个鸡蛋白都拿来做成抗原。通常会选也许是最关键的，对，就可能是插入钥匙孔的那个部位。至于要选到什么程度、多大块，那都是百家争鸣，自己去想办法。对，那如果已经选定了呢，会有不同的方式把它制作出来。例如说，药厂呢有可能会直接合成出已经选定的这个片段的鸡蛋白，然后把它做成蛋白质，然后直接注射到体内。这就是所谓的蛋白质疫苗。对，这就是蛋白质疫苗。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它是直接打 mRNA， 因为 mRNA 可以转译蛋白质嘛，所以就把可以转译出这一段我们目标抗原的这一段 mRNA 打到体内。哦，对，让人体自己可以制造抗原。对，用人体来制造，然后一样就是引发就是免疫反应。哦，那刚才讲了钥匙嘛，那你们有没有想过钥匙孔这件事情？其实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新冠病毒这把钥匙呢，到底是进去人体细胞的哪一个钥匙孔？那这个钥匙孔呢，就是 ACE2。哎，它是不是跟 SARS 同一个？是同一个钥匙孔。哦。这个钥匙孔其实非常重要。刚才有提到疫苗的研发过程是需要动物实验的嘛？可是万一动物身上没有，比如说老鼠，它身上应该没有这种受体的。对，没有钥匙孔的话，就会需要让这只老鼠是有这个钥匙孔。这个动物实验呢，是需要有 ACE2 活蛋白的老鼠来做实验，也可以说是一种拟人化的老鼠啊。老鼠真的是牺牲了不少。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非常迫切的希望疫苗赶快问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就是因为其实，在过去的历史事件中，真的有发生过，在疫苗研发完，然后甚至上市了之后呢，却引起了真正的工位灾难。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对，因为就是我大家知道，登革热就是发现以来已经有超过上百年了。那到目前的话，其实只有一款正式上市的疫苗哦。实际上市之后，菲律宾其实也算是就是登革热流行的地方，所以当地政府他就让所有的小朋友都统一的施打，就没办法施打之后，就有好几个小朋友因为施打这个疫苗而死掉。就发现原本的阶段没有发现的事情，比如说之前没有得过登革热的人，施打这个疫苗反而会之后会造成更严重的状况。关于这个事件呢，其实可以参考就是之前科学人有一篇相关的文章，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哦。其实我
我在这一期还有看到另一篇也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是常常吃东西过敏吗？然后有些人对花生过敏，或有些人对海鲜过敏，那其实就有科学家想到，过敏其实也是一种人体的免疫反应，那是不是表示有希望从吃的东西来引发人的免疫反应，然后进而制成疫苗呢？就是用吃的疫苗吗？对，真的有科学家在研发，据说是用马铃薯机改之后，就是让它可以产生抗原，是要吃生的。我不想吃生的。不过这东西应该是蛮难通过的吧？假设是类似一定要机改才能够作为疫苗的这种食物的话，我记得欧盟还是欧美，他们其实都对这个有严格的标准，一定会先设机改。其实我们这一期不只有讲到疫苗，还有讲到台湾的公卫状况，为什么看起来做得比大部分的国家还要好呢？他自己有讲说，哎，快筛的原理是什么？然后他其实有分成两个种类，这样很欢迎大家来买这些杂志来看。记得要保持社交距离哦。拜拜。拜拜。